哦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背影。我们还有几位啊，今天又来到现场的。哇，这是女神般的背影哦。有嘞，又高又飘逸，她是谁呢？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。我非常享受活在不同的世界里，现在成为演员，我的梦想算是实现了。 仙女下凡喽！欢迎她走出我们的星光隧道。我们要恭喜入围二十大的 Paige 蔡奇慧，恭喜恭喜，好漂亮哦！我们有请 Paige 来到我们的中间。嗨， <Hello, S 2> 大家好 ，Paige 几座了？其实我刚才你问美珍姐的时候，我是在想，好像是。 5座还是6座？等一下，才5座6座吗？我没有去算，真的没有记得。OK， 各位，我觉得有超过5、6座吧。对，我感觉你年年上台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每一年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所以我没有去往后看。嗯，你觉得今年这个，因为侯欣娜奖今年的这个是以去年的表现嘛为一个基准，你觉得你的2021年在戏剧上面或是在演艺圈的表现，为什么大家投你一票？ 其实2021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令我怀念的一年，因为我把10月的只有11月的时间花在邻里邦里，然后跟很多同事都建立非常好的友谊，所以我非常珍惜。哦，哎，这个很重要啊，长寿剧哈，每天真的，吃饭的时候也会看到你，对呀，所以其实呢，也在我们的观众心中形成了一个邻里邦，他们就是你的 neighborhood 的邻居朋友们，对，我们都 neighbors 现在，所以所有的邻居们一定要为 Paige 投票，对，记得哈 ，OK， 好，上网呢为 Paige 投票，最后有什么话对粉丝们说吗？ 每年都非常感谢他们为我投票，然后今年又要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期待可以看到 Paige 再一次站在这个台上吧。